牛逼啊！哎，这怎么玩？鬼皇牛逼！左边，他跳进去。好，兄弟，老子的子弹跟着人。他好喜欢广告了，这人。哼，妈，这两人真的焊广告楼里面了。那个人为什么不去对的？他楼里。我右边有一个。这么爽的大鼻子。不许你死。好。靠你妈，有鬼在扯我腿，兄弟。我勒。哎啊！哎，我以为李路在爬的脚步呢。哎，我不行，我封个烟。能左下这个坡。他们防区反正没什么人了。打了一个。我操，兄弟，这个人很准的，有点变态。人全在我这儿，狗孙。狗孙。厕所还有吗？厕所。我操，那里救人，两个人。还有一个独狼，不知道在哪儿。完了。左边两个，发现两个人位。操！我操，这都是他的李璐，你在干？那我。